好的，我想今天呢，在这个面对面的震撼教育，真的是可以看出呢，星光二班受到很棒的一个洗礼，他们有很不一样的突破。那么同时呢，也希望星光二班留下来的同学能够跟这个我们评审老师讲的一样啊。我们班能不能出杨宗纬，能不能出周定伟，能不能出林宥嘉，今天所有星光帮这么优秀的学长都在现场，请你们全力以赴拿出更棒的实力，这样子才能够对我们的爱护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交代。再次热烈掌声，谢谢星光帮，也谢谢星光二班。下周同一时间请收看我们的超级星光大道，拜拜。从一开始不觉得自己可以唱歌，到现在能够进到星光四强，好跟那么多优秀的人在一起，还认识那么多好人，然后接触更多的音乐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有一大块被开发了。那我的未来，我觉得不会更有失望。我想做的事情有更多的，然后我要好好的充实自己。下次再见到的时候，别的回家，马上回家。百人初选时，小胖老师的一张免死金牌，让吴宗明踏上了星光大道的旅途。而他也不负众望，一路以来演唱了许多首扣人心弦的动人情歌。爱情好像流沙，我不说话，等待黑暗泪能落下。蓝色雨已经远离，我还在想你，跟自己在面对伤心。折磨人的东西，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。我曾给予你爱情是真的，你曾给予我幸福是真的，深藏心底，我真的爱爱过你。都怪我太不争气，是你。在星光帮学长们的祝福及深深的期许之下，吴宗明在今天将正式离开了超级星光大道，而评审老师们一路以来的鼓励及建议，也帮助他在比赛中不断成长，
一路晋级到了星光前八强。纵使这梦想的旅程将在今天告一段落了，但钟明付出努力所带来每一刻的感动，都将一直留在星光大道的每个人心中。来到了这个舞台，吴钟明得到了许多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宝贵经验，也让他找到了自己对于唱歌的自信。而活泼开朗的他，也一直是星光二班的开心果，带给大家许多欢乐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。白云缠绕着蓝天河，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坐在我的海边，你教我的东西我都会记得。好，加油，这条路可能辛苦，但我要先离开了，然后去加油。只是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消息。你要回来吗？要回来吗？钟明，谢谢你曾带来的许多感动，期待在未来能再听到你用那最真挚的情感及朝气蓬勃的生命力，唱出让人感动不已的歌曲。下周星光二班即将经历最寒冷的一夜，来自各地的歌唱好手来势汹汹前来挑战，踢馆军团的突击即将展开。陪着你的心伤心，爱到只剩下我也不可惜。我做了你的影子，黑夜将我吞噬。将离别握在我手心，耶耶耶！对他的声音非常的有渗透力啊，文音，我觉得今天不知道是有没有被吓到，刚开始都不稳，曾沛慈很危险。星光二班又将如何正面迎战踢馆军团？更激烈更精彩的踢馆 PK 赛都在下周超级星光大道，超级星光大道每周晚间9:30准时开唱。